我和毛毛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哦。因为调皮鬼凯文想过100次要转学，但是偶尔呢也觉得挺有趣的。因为毛毛是我的邻居，所以我特别的开心。从今天开始讲讲我和凯文的故事吧。我们是欢喜小邻居。毛毛，耶！哦耶！干嘛？毛毛，你看过芭蕾舞表演吗？没有啊。这个都没有看过吗？哇！昨天我跟爸爸妈妈一起去看芭蕾舞表演，男女主角的动作简直是太美了，真的太漂亮了。哦，等一下！你干嘛？从今天开始，我的梦想换了。什么？我的梦想是芭蕾舞演员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凯莉，快乐一家。嗯，凯文什么时候才能来呢？毛毛，毛毛，这是怎么了？这衣服又是怎么回事？喂，你怎么穿成这样呀？大家都在看我们呢，够了！谢谢。实在太丢人了。我先回去了。哦，毛毛，等我一下。哦，姑姑干嘛呀？你到底要干嘛呀？你疯了吗？我要把昨天看到的演出全部演给你看，男女主角的悲惨爱情，准备好了吗？嗯，男主角。想看女主角表白，请接受我的爱。这个时候，女主角，我无法接受你的爱。走啦，走啦。哦，是不是很悲伤啊？是不是？是的。毛毛，是不是很悲？毛毛，等一下。No. 真是的，他这是怎么了？越来越奇怪了。我得藏起来。就藏在这里吧。毛毛，你藏在哪里了呀？帮我看看我的芭蕾舞动作，毛毛。你在这儿呢，毛毛，你去哪儿啊？我们一起走吧，毛毛。毛毛，一起走。终于摆脱了。跟我去学跳芭蕾舞吧。妈妈，怎么样？快停下来，快停下来。毛毛，你听见了吗？呼唤我的声音，伙伴们，我这就去。你去哪儿？凯文，凯文，到底跑哪里去了？这是什么声音？
啊。